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几个哈。那么咱们讲这个字的话，就是说一般就是用笔，结构，这个几个方面。那么从整体说来的话，就是大家这个用笔的话，应该说是都是小心翼翼的啊。但是的话，就是说在细节上面的话，都还差一些。啊，那么这个我演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同时咱们讲这个细节的话，就是说这个字的结构上面这个细节的话，那么也有很多的没有观察到，那么这个也要注意，也许是观察到了，但是还没有做到，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啊。那么啊。这个用笔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咱们用笔要强调它的话是这个比较需要它这个干净哈，干净的话，我看大部分同学的话基本上都做到了啊，但是在一些细节的这些地方上，它怎么处理？就是说这个提按和之间，那么它怎么处理哈？那么首先我讲一个这个捺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捺的话，我看基本上大家的话都还没有太了没有太理解到它这个最大的这个细节哈。那这个细节的这个部分是哪里呢？比如说我就写这么这个写一个之字儿哈，写一个之字儿，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之字儿哈。啊，那我的帖子也打开了，我的帖子。咱们讲这个最简单的这个人字吧，就是这个约佳人之姓修，好像是这个是吧？这个人字最简单的，那么这个捺怎么写呢？我们先把这一批看得到哈，这个地方位置大概看到，看得先把到，这然一后。撇写好，大家都没有问题，这撇写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基本上哈。那么这一捺的话就。关键的话就是说，得写下去的时候一直按到最后提起来的时候，要提得非常非常仔细，要提到基本上最后一个毛啊，到了纸上，然后再出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所有的捺，咱们在提的时候都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往下摁，提起来的时候，提到最后一根毛结束啊。那么这个是建立精神的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啊。这个好像这个看不是太清楚。OK，放大一点，啊，这就差不多是最大了。多一点，大家就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哈，就是大家这个笔往上提的时候，就是这最后这一根毛啊，那么一定要体现出来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方向，这个捺的这个方向的问题，最后出锋的这个方向的问题啊。我看到大家都有很多同学的话，这个都是。这个捺最后在收的时候，它往上翘了啊，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写一个这个之哈，有很多同学的话就这样往上翘了很多啊，这个最后一捺也有很多同学翘了这么很多啊，那么这个情况的话要尽量避免啊，那么这个捺最后出锋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按照原来的这个方向慢慢的出去啊。如果你要是往上稍微翘一点点，那么也翘得非常非常少啊。
那么最后同样的这个原则的话，还是你不管是这个行笔最后走到哪个方向上啊，这个最后的这一个毛要体现出来哈，这个最后的这个毛要体现出来的话，这个是对笔的这个要求是相当的苛刻，所以说大家这一支笔一定要好啊，一定要好。讲到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没有的话，那么就是下一个问题哈，咱们讲这个，大家都注意观察一下自己写的这个"零"字儿哈，这个"零"字的话，一共应该是出现了三次是吧？三次还是两次？啊，一个是句"失灵之我期"啊，这个"零"字儿啊，大家都注意到这个"零"字儿，"零"字儿中间的这个三个小口。啊，那么这个是一定要放得非常非常的均匀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所有的写楷书的，不管是大楷、中楷、小楷，那么这三个小口啊，它们中间的这个关系一定要摆对。摆对是怎么呢？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圆贴，如果是大家手边有圆贴的话，要看一下这三个口啊，在这中间的话，它的大小是均匀的，形态是基本一样的，只有稍微有一些变化啊。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问题哈。那么大家就是在写的时候，把这个"零"字单独拿出来练，那么这个细节千万不能放过，千万不能放过。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个？是啊，就是，是说我，好，就是那个司灵的那个灵是吧？林徽因那个灵对吧？对，对，因为当时杨波在指导大家时候呢，专门临过这一个灵字，就是有司灵，有仲灵，大概总共有三个灵字，对，应该是三个，于是落灵感焉，落啊，也是这灵，个落灵。对。对对，洛林、斯林还有仲林，对对对，就是说你觉得重点就是那三个口字的位置和这个相对大小，相对大小，对对对，这个大小也很关键。好，现在我们面前放的是这个碧螺香同学林的哈，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我就很快翻一下大家的，看看同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看一下哈，就是下面那个屋字儿，那两个小人要怎么做？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有的同学我看是做到了哈，做到了。那么就是原则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细节哈，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我来写一下哈。就说这个零现在这个写的比较大一些哈，大家看得清楚。然后看这三个小口，你要大小基本上一致，稍微有一点变化。然后下面这两个小人儿哈，两个小人儿，一般的原则下，它跟上面的这一横不能粘啊。你看到贴纸上它是粘着的，你要把它给分开啊。那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这种小的这种点画，那么它一定要有这个单独的跟旁边的它要独立开来。如果是连在一起了之后，这个字就不好看了啊，这个字就不好看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细节啊。那么你把这个细节如果是推广到其他的字当中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要注意啊，这所有的这种小的短画点这种点画跟其他的这个它周边的点画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这个横的处理啊，这个横的处理啊，我看到大家有的这个横处理的还可以，有的横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啊。
那么对于林徽因说来的，不是林徽因哈，这个十三行说来，那么这个横它一般都比较拉的比较长啊，拉的比较长的时候收笔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有一个收笔的动作，不能到那儿就结束啊。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基本上是我这一笔直接下来，好拉到后面，最后的话要有一个收笔的动作哈，基本上 是跟写这个大楷差不多的，我这个地方夸张了一点点啊，但是就是大家写的时候那个动作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有啊。那么这个起笔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我这样的话，它是截过来啊，前面是方的，那么这是一种，那么一种的话是顺着笔锋就出来，那么这是第二种。但是这两种它这种笔法，它这个收尾的时候，你不管它是收得重还是收得轻，那么在最后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调锋动作。这个调锋动作是怎么做的呢？这看不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看得到啊，这个调锋动作的话就是说要把笔收回去，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横，跟写大楷一样哈。但这个动作的话就是要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节，非常非常的精致啊。那么这是一点。好，下一个问题啊，下一点就是我的一般观察哈，那么就是说转折的地方，那么大家的话要做的圆转啊，要做的圆转。这个圆转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来说这个，其实有同学做的不错哈，但是有的同学的话，好像就是不是做的很准确。那么这个圆转就是这个横啊，在这儿这个地方，这个横下来之后呢，从这边转过来的时候啊，这中间要稍微做一点提压，做一点点调整啊，给大家看到这个形态是怎么样的。就这一笔过来之后稍微做一点点调整啊，那么这个形态的话，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啊，稍微带一点方又有一点圆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是每一个它这个转折的地方啊，那么基本法则都是这样啊，但是就是具体的形态，那么你要随时按照它的这个具体情况加以调整。这一点大家有问题吗？有的时候那个转折是不是两笔呀？小楷里面的话很少分两笔写的，你动作上可以把它做成两笔啊。那比如说的话，有一些单字你看着它是两笔啊，但是的话你这个意思还是要把它给连起来啊，因为这个小楷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动作的这个范围的话你不是很大，你过去之后你再分开再重新做一个动作的话，这就不连贯了，看见了吗？大楷的话你没有问题，尤其是写言字的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好的。好，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讲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用笔的提和按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第四行啊。绝佳人之性修，这个修字儿啊，这个修字儿，那么它有几个这个撇，它是摁得很重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啊，大家在临写当中啊也要注意啊。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这么一个细节的问题啊。我看看在这个地方有空间，我再立就给大家写一个哈。好，这现在它就是它重的地方哈，这一笔它重的地方。那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动作哈。那么它大家看到这个两
两个短横哈，在这个月子中间这两个短横，这两个小的短横啊，那么大家在处理的时候啊，也要就是说的动作要完整啊，动作要完整，但是要非常非常简明，因为它是比较短的这么两个笔画啊。啊，对不起，刚才那个示范的时候那画面切换了，没看到示范。嗯，没看到示范。这样的，因为有些同学没有 unmute， 是要不主持人把所有的同学都 unmute， 然后只把李院长那个给 mute 吧，其他人都 mute， 只给李院长 unmute， 因为没有 unmute 的话，他那个出点声可能就把这个切换过来了。哎呀，岳林不小心把你 mute 掉了，赶快这个 unmute 一下。你不能 unmute 吗？我不能，好了，那个只能自己 unmute。好像还是没有啊， I don't know。不要 unmute 大家，让大家妹妹自觉 unmute。听得到吗？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哈。啊，那么这个修字哈，那我就写这个修字，再写一遍啊。这是第一个短撇，然后这个竖啊，好，大家看到我在这写这整个字的，我这个轻重我有一点夸张。就是说它在整个字当中啊，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它整个字写下来它这个点画是有轻有重的啊，那么这个变化很微妙啊，那么这个字也是需要注意的啊。啊，那么我刚才讲到这个细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这还有一些这个有些字是应该说是大家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开始观察啊，就是字的之间的这个相对大小啊。就是说整个这个十三行里面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字大的和这个字小的它这个反差是很大的。反差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有一些字的话，比如说这个梁字儿哈，那么还有一些字儿，把这个放过来，看能不能放过来，听得到吗？这个效果不是太好啊。看到了吗？我要讲那几个字儿啊，比如说这个。款识这两个字儿，就是比它周围的字都要大很多啊。那么像这些这个细节的话，也需要加以注意啊。那么另外一个细节也是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那么就是说它这个点画的这个斜度啊，它是基本上是它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啊，那么比如说就我这讲的这个他隔壁的讲到这个刚才这个十啊这个地方，这些比如说这个丁，那这一横就斜度很大，到了诗这个斜度的话它就更大啊，那么这些细节大家都要注意啊。那么这个诗它这个沿的这第一笔它是最斜的，然后到了这个它右面的这一部分，它这个斜度它反而下来了。啊，那么大家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没有它右面这左面的这个沿它那么斜度那么大啊。啊，
讲到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暂时没有。没有的话那我就讲几个这个具体点化怎么做哈。那么我看到这里面的话有几个同学零的话就是说这个笔法的话那么用的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咱们好像是谁领的这个名字我找不到哈，是用了这个比较晚的这么一种方法哈，像张作哈，张作领的这个的话就是用这个笔法，用的是这个就是提案太多，提案太多，然后这个那么造成的效果的话，那么就是说是离这个原帖的这个风气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大家需不需要我具体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对，展开来讲一下吧，因为你这猛然一说，大家因为这个对整个书法史没有那么一个贯通的讲过，所以那大家就看一下我分享的这个等一下我给你对 share screen， OK good， 现在这个是张作老师哈，应该说是这个整体的这个笔法啊，或者是这个起笔收笔都是做得很好啊，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出在的话就是说这个用笔的话这个提案啊是太过强调这个提案。另一方面的话这是第一点，这太过强调提案，比如说就是说像这么一横下来这个下面它摁得很重很重，然后到后面它收上去了，然后它是基本上每一个横它都是同样的这么一种做法然后这个比如说它这个通字这个头这个地方那么它也是就是说一起笔就摁得很方，然后折过来也折得很方然后每一个点画它都做到这个近乎完美哈，但是因为这个过分的强调了这个提案，那么这个看上去的话就是像更像这个清人写的这个小楷，清代人写的这个小楷那么在这个原帖当中这所有的这些提案，我给大家在强调这些提案的时候，就这个提案的话它是非常微妙的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需要就是去具体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洛神赋他这个小楷他不是说是从这个大楷或者是中楷他把这个字缩小了来写的那么他的这个是就小楷是有两个来源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的话就是说直接从这个中游到王羲之下来，那么它的这个来源的话是古代的就是说汉代的这个隶书那么它的起源本身就是小字就是小字很小的字那么他中游的那时候他们是写什么呢大概是他那个时候还混合的有写这个竹简那么大概也有纸了但是他这个在他的时候呢大家已经开始这个楷画已经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楷书在那个时候的楷书，那么它是从这个隶书这边过来的在隶书当中的话就是所有的这种转折还有这些捺等等，那么它这个做法完全跟后来的唐人的楷书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小楷最开始的这么一个来源，咱们经常讲这个王羲之、王献之他们这个楷书有这个隶书的这个笔法在里面，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所有的转折、所有的这种提案，他都是按照这个有这个隶书的这个源头那么这个隶书的源头呢，也不是说我们所强调的像这个。李其碑这样大起大落的不是那种的那么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像这个史成碑这个殷碑的后面的半段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来源
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的笔法啊，就是跟这个唐楷这种笔法是不一样啊。那么讲到第二个楷书，这个小楷的来源就是这个唐人的这楷书，隋唐之后这个楷书发达之后，那么大家把这个大楷啊缩成小楷。那么他就是完全是用的这种唐人楷书的笔法来写的这种小楷，那么他这个结构的话，无论是结构上或者是用笔的方法上，那么他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尤其是这个用笔的方法上啊，那么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那么就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虞世南有一个破邪论序啊，那么这个传说是虞世南写的。那么在所有的唐人写的这种楷书当中，那么虞世南的话是最接近中游他们这一路的啊，那么就是这个用笔它是比较提案相对小一些，那么所有的这种转变的话它都会比较圆转啊。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用笔上面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张老师这个帖子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上的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谁看出来？是大小的均匀。大小均匀是一个，还有一个。哦，张老师你在吗？你在的话你就自己讲一下。谢谢李院长，我在啊，我这正听着呢啊。你就自己讲一下，我认讲一下你自己的认识，你觉得这个您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提案的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确实挺很有启发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缺乏变化，这个肯定是这个。比如这字的大小啊，这个比较均匀吧，不像那个，这个我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不像那个十三行原帖的那个显得那么一个整体似的，有一个很有整体感。我这个每个字的大小都差不多，这个字的间距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是可能是我觉得一个问题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这个很逗，失字一闪念，你这个字的这个斜度不够哈。对，字的斜度，您刚才说那个斜度，确实是我确实也注意到，它的很多这个字都是斜度哈。对，这个倾斜度的话要提上去哈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早期的这种小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这个倾斜角度的话大概是在12度到14度左右，那么这个角度要上去啊。那么讲到这个提案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西字哈，我这个冒死的这个地方画一下哈，比如说你这个西字哈，这个下面啊，那么你这个的话就是说原则上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你要转过去它摁下去了，但是这个行笔的方向它不是兜上去，而是它是往下走，是这个细节估计你没有太注意去观察，就是说这一笔完成的时候它是这一笔是往下走，基本上它是往下的啊，就是像是隶书走的这一笔，中间的话它没有把这个笔锋回来再走。好，那么给大家现在可以大家看我这个视频啊，我能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要停止分享是吧，不然的话大家都没有办法 stop share 啊。那么就是这个勾的这么一个做法哈，这个勾的做法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唐人的话，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褚遂良的这个唐人的这个做法啊，那么他是这样完成的啊，这是褚遂良啊，那么他是回来做这么一个勾啊，
那么在这个洛神赋或者是王羲之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帖子里面，他不做这个动作，他是到这儿稍微兜一下，它就出来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那么这个实际做的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呢？大家如果是观察我这个毛笔的话啊，这个观察我这个毛笔，我这个斜一点，大家可能看清楚一些哈，看到我这个笔锋哈，我是往下走的时候，要到这个勾的地方的话，我这个笔尖是要往下绕上去，是直接绕上去。那么这个唐人的标准写法的话，他是把这个笔回去然后弹出去啊。那么我们要避免这样的写法，这种方法呢，我们要避免啊。那么这个是在洛神赋里面几乎所有的这种横折钩啊都是这样的写法啊，都是这样的写法，它形态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基本形态基本动作都是这样的。大家有问题没有？因为咱们也演示一下，就是往上的那个勾，比如说那个飞字啊，什么那个诚字啊，那个诚信的诚，那个往上走。我就知道大家会有这个问题啊。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啊，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咱们笔下来之后的话，这边做一个小圈。然后这样上去就好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基本方法啊，但是它也有这种变的，稍微变一点的，变一点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唯一的这个接近唐人写法的，那么是这个笔要收回去弹出去啊。那么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动作啊，就是两种形态吧，一种是这样勾回去，那么一种的话是要横着出去哈，有两种啊。那么大家就是看这个它出现的不同的情况啊，看它是在哪个字啊，它有时候它这个用法稍微有些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实际上就包括了咱们经常讲的这个横折弯钩哈，竖折弯钩不叫横折弯钩，竖折弯钩啊，这个动作是一样的。清楚了吗？那么基本上的话，这个需要大家还有什么需要示范的？如果没有需要示范的话，我看看能不能有时间把大家这个作业，很快的过一下。好，过一下吧。过一下哈。过一下，那我就再分享一下。哎呦，跑哪去了？好，我从最后一个说起哈。最后一个就是高毅同学哈，写的非常非常认真哈，而且也比较轻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个现在注意最大的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字的大小之间没有拉开哈，没有拉开啊。然后在细节上，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些细节。那么我刚才只讲了这个临字这个细节哈，那么这个值得这个去仔细去深究的这些细节的话。那么包括这个句子的上面这两个眼睛还有这个祥这中间的这个四点还有这个鹤这个是或者鹤哈，这中间这个四点那么这个玉这中间的这个两点那么这些都要去深仔细的去追求那么这个其他关于笔法嘛，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说。这个用笔的话，那么都是用笔尖兜出来的啊，兜出来的。
然后这个捺的话，就是说我刚才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个笔锋哈，那么一定要做到最后一根，要拉到最后一根毛哈。那么这个就这几点吧啊，如果是有具体问题的话，可以再问。李院长，你讲的同时，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说找着问题以后呢，下一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就是啊。在不哎，努力的方向就是去抓这个细节，哎，先抓这些细节，啊，两个方法哈，这个怎么做哈？怎么做？就是说一些单独的字要拿出来专门做，就比如这个零字儿、这个句字儿、这个玉，这中间这个细节的部分要去反复的去抓它哈。因为这个细节的话非常非常重要，你稍微差一点点的话，这个字的话就没有办法看了啊。那么这个是对小楷尤其是这样。那么这些点画的这个动作的话，那么也是一样，那么就是咱们抓住这个点画有这个缺点，我们就反复去练这个笔画啊。那么这个横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还是做的不错的。啊，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字的这个大小的反差要再注意一下。现在这个反差的话没有拉开啊，这个大字小字之间的这个对比不够明显。谢谢李老师点评。我就是让你一言说中了，那个笔画多的字呢，我就是想赶紧把它完成了，随便点的就是能够是个字就往下走，像那个零什么的。当中三个口就是把它写出来就拉倒了，其实应该是让你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笔都要认真的去照的那个题。谢谢谢谢点评，下回改进。我先把这个给你 mute。 好的，这个是我的什么挪动的方向跟我想要挪动的方向太一致呢？这是第一个事项。OK， 好的。这是第二个，这个是郑伟同学写了多少时间？138分钟啊。三分钟，两个小时，对。这个130，稍微长了一点哈、但这个刚开始的话，这个也难免啊。那么就是说这个需要注意的，我看你这个细节是观察的很仔细，但是好像这个手上还比较僵硬啊。这个僵硬的话，就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要多写哈、多写哈、那么这个就实际上你这几个零的话，这中间这几个细节倒是基本上还做的比较均匀哈、那么现在下一步你要注意的话，就是这个点画的轻和重之间的这个反差要注意一下啊。你这个斜度也都对了哈、那么这个希望的话，就是说你在往下写的时候啊，这个捺要摁下去，你这几个捺脚的话都跟这个它开始的地方这个粗细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的话都是需要的话要开始要纠正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当然就是速度你要稍微提高一点啊。那么速度太慢的话有时候你这个感觉反而没有啊。铁不熟的时候当然这个速度可能有时候很难上去，但是就是要勉强自己把这个速度提上去，勉强自己把这个速度提上去啊。那么只有把这个速度提上去了之后，那么你这个字的话它才能一气呵成啊。因为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进字啊，你这个左右写出来的话，那么就完全就不像这么一这个进字。那就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看一笔写一笔，写的虽然认真啊，但是就是说因为你在写的时候失去了你这个自然书写的这么一种节奏感啊，其实这个就反而就差得很远啊。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吗？你这个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应该是说，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写的太快了，写到66分钟，这次就是有意识写的比较慢一些。
没有关系，就是说速度是一定要上去的，这个速度是一定要上去的，那么细节也一定要上去。那么就是您建议我们大概多长时间写把这些字写完，就大概一个小时还是90分钟，也就大概或者是45分钟，一个小时左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个实际上的话这个字数还是蛮多的，字数还是蛮多的。啊，那么就是说现在争取的话，你这个不要一次写完。不要一次写完。哦，好的。那么你可以分解。我今天我就写前面这三行，比如说我可以写两遍、三遍、四遍。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就是写出重点。好，谢谢。这个也是你的是吧？对，这个是重复写了好几遍的，就是在宣纸上写的。刚才那个是在毛边纸上写的。那么就是这个蜡的话，这个写法我刚才已经说了哈，有些地方你做的这个最后一根这个毛是拉的很好，但这个方向有点稍微不对哈。那这个的话，这个应该是最后出的时候应该是往下一点点啊。对，这些都是要出的时候往下一点。那么往往的话就是差一点点的话，这个细节就差，这个感觉就会差很多哈，稍微往下压一点点。好的，好，谢谢。那这个您的非常认真哈，这位是孙楠的吧？这个是好像孙楠。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用笔的话有几个我就指一下哈。这个总体说来的话其实是不错的哈，但这个纸是比较生是吧，还是怎么着啊？纸还可以，纸写起来还挺舒服的，就是我笔力比较弱。你这个其实是写的是蛮好的，但是就是有几个细节的话你要注意，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用笔的哈。那么这个我给你画一下哈，就是说这个都是这个细节哈，这个你这像这几个地方你出来的话，都是因为你这个笔上少转了一个弯哈，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这个是基本上笔到这儿啊，你就不动了，就直接就收回去了哈。那么这样回去的话，就是你在实际上这个笔放在这是扁的啊，你就直接就上去了。原则上你这个笔走到这儿的话，你可以提起来往回稍微走一点点再上去，那么这个笔锋它就是正的。这一点的话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实际上你这个笔要绕一个圈在这儿然后再出去。明白，明白了。明白哈。嗯。然后几个这个关掉这个之后才能直中回去啊。那么还有几个这个竖钩的话，其实是属于一样的问题，也是属于一样的问题，就是都是因为你这个少绕了一个弯，这个笔锋没有调整，它就直接就往外跑了，就你就出来的这个笔就完全是平着扫出去啊。那么这个的形态的话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说去先去注意一下。那然后重点的一些字的话，可以建议你去稍微去重点的临几个字哈，就是说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哈。那么先临几个比较重要的字吧。收回去看到这全部的字。其实大家的话就是说这个单字上的话也都可以哈，就是大家都就是说在单字上有问题的，那么都去注意一下这几个字哈。那么这几个字的话是重点中的重点哈，大家可以先把这几个字给写好了啊，当然还有包括零字了哈。这个零字的话就是说，比如像你这个虽然是写的很认真，每一个小口都好像写的这个蛮干净的，但是放在一起就不合适了，那么就是因为还没有照顾到它这个小口之间的关系啊。
那么给你圈出来的这几个字呢，你可以单独练一下。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种结构的话比较典型啊，那么实际上是王献之的比较典型的，你把这几个字的话就是要写的跟原帖一模一样，然后从中把你这个体悟到的这种方法啊用到其他字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上一个层次啊。谢谢李院长。好的，另外的话就刚才讲的这个大小啊斜度的这种变化啊，那就啊，这个也是你的啊，这个是磨的，就下面线上、啊、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这个的话就是说我很快讲一下，就是说这几个蜡的这个出风的方向刚才已经是说过了哈，出风的方向和走势 和怎么样完成哈，那么这些都是要重点练习，重点练习啊。好。好的。这个是丽英啊，陆丽英。这个看上去的话就是写的也是很认真，但是用笔的话就是说还手腕手指头还不够活哈、啊、刚才的话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大概没有强调哈、就是写字的时候啊，我先把这个分享暂时停一下哈。stop share， 等会再 share，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手啊，把这个手放在这儿斜着，那毛笔尖的看到了哈，这样啊，写的时候呢，咱们这手指头要动，大家看我这个动作，这个手指头要动啊，上下啊，然后刚才讲到的这个写这个勾的时候，这个转弯的时候呢，就要包括了这个动作，手指头稍微捻一下。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捻笔，捻笔的话就是说你这个笔往哪边走，你这个笔就要往哪边稍微这么转一下、啊、那么另外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说我要换一个方向来看的话，你可能会明显一些，我把它放到这儿、啊、就是写这个竖弯钩的时候、啊、你看着我这个笔杆它这个方向的话它会稍微变一点，看到这个笔杆的方向它会变，它实际上是它是以这个手指头为轴心啊，它是这样绕一圈下来啊，但我这个动作有点夸张啊，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然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的话，那么这个笔锋它就基本上是可以保证是一直是比较正的。好，这个再接着分享。好，那么跟刚才那个同学的那个是一样的哈，那么我就是说那几个刚才给他点的几个重点字的话，也可以去认真去写一写啊。你这个其实你这几面里面的话有几个捺写的是相当不错的，像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拉到最后一根风了啊，但是最后这个出风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偏差啊，那么就是你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提按。该摁的时候要稍微摁重一些啊，你现在这个基本上都很轻啊，要摁的地方要稍微摁重一点，但这个摁的话它是跟刚才那个张作张老师那个摁法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说在一个点画当中它这个出序基本上是均匀的，但是不同点画之间它这个反差要拉出来。然后这个细节字的话就可以看刚才的那个同学的点评啊。那么有什么具体问题没有？明白了李院长，谢谢。是这次写了也没写好，反正写的比较紧张，所以也没注意到那些细节，反正要多练习还是要。你这个写字态度不端正啊，
写字不要紧张，要放松。No， 因为听说你要点评，好像是心里就是好像就有压力了，好像写不好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要放松，要放松哈、嗯。这个写字的话，最重要的是要放松。一紧张的话，其实反而写不好哈。就是说，咱们练字这个目的的话，就是要放松心情，不要因为练字反而把这个心情给弄紧张了哈。这个放松、嗯、啊，身体能放松。你刚才提到那个这个笔那个手指那个捻管那个有点转，这个是我以后是要注意，好像平常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没有那么重视这个转那个笔，就是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小楷里面，就是它唯一的应用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转弯的地方啊，那么其他的话也没太多的应用啊。嗯那么写篆书用的多一些，嗯、写篆书用的多一些。嗯、那么这个不要去强求哈、啊，能用手腕做的话也可以啊。啊，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这个是晚江啊啊。这里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是就是说这个。整体看这个笔，第一个这是笔按的稍微偏重了一些哈，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斜度字的这个斜度不够哈，啊，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些问题的话，就其实跟刚才的同学的话也已经都讲过了哈，那么还是咱们把这几个重点字啊，这些稍微去做一下哈，啊，那么。这个其实是有写的非常好的地方哈，像这个勾完成的非常非常好啊，这个勾也完成的非常非常好啊。但是的话就是说现在这个帖子大部分的字，这个是笔是提的，就是说只用笔尖一点点在写啊。那么这个是要注意，你这个是整个看的话，这个笔的话就是说摁的稍微偏重了一点点。在按的偏重的同时呢，这个啊，有些应该特别重的地方呢，又没有摁下去啊，那么这就造成了这个整个字的话，这个风格气息的话，就是跟原帖就差了很多啊。那当然了，还有刚才讲的这个斜度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具体有啥问题没有？因为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话，我现在目前看到的话都比较类似，那么就是几个这个 category 啊，那么一个的话现在就解决的就是一个重点字，先去把它写好，那么第二个字注意这每一个字它的这个斜度啊，然后还照顾它们之间大小的变化。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接着往下走哈。还有一遍啊，嗯，这边情况的话是差不多的哈，那么就是说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哈，那么就是说，这个捺虽然这个写法是对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具体在写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捺的话，它一般要比较舒展要长，这个形态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摁得太重了。这个地方摁得太重，这些都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摁和提之间它这个转换的话是非常的这个舒缓的啊，它不是说突然一下摁下去就突然一下又提起来，那么它是比较这个舒缓，比较缓慢的摁下去又慢慢的提起来啊。类似的话就是你写的比较好的像这个木字这个位字这几个它写的比较好啊，就按照这个意思来写。啊，那么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尾巴不要翘上去，这个它最后出来的这个尾巴不要翘上去。好，没有具体问题的话，就下一个哈。五指。这个其实临的已经相当好了，相当不错了。
这个已经临得相当不错了哈。那么这个几个地方 几个注意的，一个是你这支笔好像是不是该换了，好像这个笔锋不太有了、可能是已经用了挺久的了，挺久了哈，这个笔锋的话已经没有了，那么可以考虑换一支笔，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提和按哈，这个按下去的地方，该按下去的地方你这个没按的不够哈，就像这个地方我刚才临的这些这个修字哈，然后很多地方了，还有这个款式的款，就上面这个土其实它是按的蛮重的啊。那么这个这个的话就要自己去仔细的观察啊，观察。嗯。当然了，还有就是字的这个反差，那这个镜子它是写的非常非常大，这个字的大小的反差、还要再去注意。那么这个整体的话，你这个的话，其实这个感觉是蛮好的，感觉是蛮好的，就是在这个用笔的这个细节上啊，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提案啊，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写法，要拉到最后一个毛，当然了，你这个如果笔已经凸了，当然就做不出这种效果啊。那李院长，我这个是不是跟刚才晚江也有同样的毛病，就是是不是太重了点，整个是稍微，那你这个看那个情况的话，就是稍微不一样一点。你这个其实是，如果是考虑到你这个笔比较旧的话，按这么重的话，好像也正常啊。但是就是，所以说我第一个建议是你要换笔啊。好的，好的。那么换笔之后的话，就是说你才能体现这种反差啊，因为这个反差的话是在这个帖子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换了笔之后的话，就是说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几个要摁得下，要摁下去的地方要摁下去啊，需要摁下去的地方要摁啊。好的，我们谢谢你。这些有些勾起写的蛮好的。嗯，谢谢。这个是这个没有名字哈，这上面没有写名字，但是没有关系了啊。那么这个是跟刚才讲的有一位同学的这个用笔的话，好像大概问题是差不多的啊。那么都是勾的地方哈，首先讲这个勾的地方哈。那么这些都是因为这个没有画这么一个圈出去哈、那么所以说这个笔锋的话最后是不正，它就是方点的就出去了啊。那么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啊。但这个写的话就是说这个节奏是有的哈、看上去是写的相对比较快啊。那么写的快了之后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到某些细节，用笔的这个细节。那么有一个事情的话，就有一个这个技术或者技巧，那么我讲写行书的时候是讲的比较多哈、就是说你一笔完成之后啊，你说做这一个冲空间动作去连接下一笔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在一个字里面，至少在这种楷书里面，一个字的话是你可以做到的。啊、在你写得快的时候就比，那么你就要考虑到我完成这一笔之后，我下一笔是怎么样完成的，要开始，那么这一笔笔势要接到下一笔，那么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一个字的这个气给它打通啊。那么这个就是你写得快的时候就要去琢磨一下这些问题啊。那么具体的话就是说还是跟刚才几位同学的这个要求一样哈，就是说把一些重点字啊先给需要去突破一下一些重点字啊，把这些结构啊把它给写对了啊，然后的话就是要考虑这个提案怎么样去做啊，就是说这个该摁下去的该提起来的，那么这个反差要注意到。啊，然后就是我一刚开始就给大家演示过的这个捺的这么一个要怎么样去写啊？有没有具体问
没有的话我就move on了。是有问题吗？啊，这个是书写是有节奏感啊，但是这个整体的话，这个是就是字的结构相对说来不是特别准啊，那么这个需要去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就是先从一些重点字开始啊。好，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刚才的张作老师的是吧？这个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王宠的这个小楷也是一样的哈，他这个提案啊，一个点画当中的提案，它其实是不明显的啊，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注意，那就是说把这个提案的话，用另外一个这个词来说的话，就是要写的叫做呢。凝练哈，凝练就是这个凝是什么？凝练啊，反正就是说这个要写的简练吧啊。其实简练的话，尤其是这种小楷啊，如果你一个点画当中这个提案太多，这个字的话往往会看得比较琐屑啊，这个字看得就不够清爽啊。那么如果是把这个提案的动作，你能把它给在一定程度的给它幅度，在一个点画当中的话，这个幅度给它减小，尤其是横勾捺哈，把它给减小，那么这个字的话马上就会看着这个就会叫叫什么，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就是说你就马上就会看到这个字的话，它就会会这个叫雅致很多啊。李院长，您说了之后，我刚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像我这个您说的，就是有点提案过于多了。然后其他的很多同学呢，您又提出的就是说，好像提案又不够。后来我就刚才在想，后来您刚才说那句话，就是说，我以前没有想，就是说，其他这个提案应该就是说这个，不要在这个一个点画里面。提案过多，但是这个点画的这个轻重，就是一个笔画跟一个笔画的这个轻重的这个差别要体现出来，但是在同一个笔画当中不要有过多的这种变化，是这个意思吧？对，是这个意思。OK， 是这个意思。对，是这个，您说的有道理。这个、除了这个。嗯除了这个捺，除了这个捺和这个横折，基本上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点画中间的这个提案要少啊。那么就实际上就是说你一个直比较挺直的这个点画当中的话，那么这个提案的这个幅度要有啊，但是要做的非常的这个我们讲要做的比较微妙啊，比较微妙。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包括了。再画几下吧，就像你这个横折啊，这个地方的话，那么我刚才专门演示了这个横折怎么做哈、那么实际上你这个横折它是要有一个稍微有一个提案，但这个提案的动作它是非常微妙的在做啊。那么当然这个横的话，这个横的话就是你这个收笔的话，就是说。从这个起笔到收笔当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如果是我是从这个看多宝塔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这个点画写的是非常好啊。但是的话，如果是我把它回到王献之这儿来说，那么你的这个提案弧度就是显得太大了。刚才也许我没有讲清楚，就是这个点画之间的这个提案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褚遂良开始他做的比较大。那么甚至在欧阳询这个点画之间的提案都不是很大。好，那么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笔画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这个宝盖头啊那么这个提案也要下去。那么这个宝盖头的写法的话，实际上是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横勾啊
这个斜钩啊，这个写法差不多的，就是这个笔稍微转一下，那它就可以过去了啊，可以不用带这么多的提案。嗯，行，谢谢，我明白了，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对这个，在一个点画里面减少这种提案的变化。嗯 ，OK， 行，谢谢，嗯。减少这个就是让它变得更加凝练啊，对，变得更加精炼啊。嗯。这个的话也是，就是这个是你刚才跟你讲过的，您的这个实战哈。嗯。啊，这个也是，这个是刚才还是效率超额倍。对，这个是一样的，我发了两遍，就不用再说了。这个跟第一个那是一样的，嗯嗯，这个是王崇明的，是的，是吧？对对，你是按王崇明的在，嗯，其实王崇的话也应该没有这么多提案，嗯，是，嗯，这个其实写的这个感觉，这个是感觉是蛮好的哈。那么这个唯一的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用笔还不够精致啊。那么这个用笔的这个精致，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几点啊。那么一个就是这个横怎么写，这个捺怎么写，还有这个竖弯钩怎么写，还有这个斜钩怎么写，竖钩怎么写啊？那么这个精致还没有做到，那么。可能跟这个纸有关系啊，跟你那个笔可能也有关系，这个笔应该，这个纸的话应该是一种它上面大概是涂了什么涂料的一种纸，比较滑是吧，然后这个笔的话好像这个笔锋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仔细看的话，就是你这个笔锋都没有体现出来，到这个收笔的地方总是觉得是圆乎乎的哈。那么我刚才强调这个写捺的时候要拉到最后一个毛，实际上中间隐含的一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你最后的这个字要见精神的话，那么它一定要有棱角啊。那这是一个矛盾哈。我刚才其实给张做这个屏的时候，就是想要把这个棱角啊什么要抹掉啊。那么实际上的话，但是你的棱角完全抹掉之后呢，这个字又没有精神，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啊。那么要有棱角，棱角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啊？这个横、竖、点，所有这种点画的起笔要有棱角啊，它收笔的地方要圆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捺，这个收笔的时候拖到最后一个毛出来，那么它有棱角。有这个锋芒，那么这就见精神啊。好，那么在这个之外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就关于结构上面的话，就是还是把这些字啊具体的给它写好啊。这个我这儿其实写的不错，虽然写的不错的话，但是跟原贴的话相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重字儿的话，这是重点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儿。这个玉字的话其实也是重要的字，那么都可以去认真的去写，这个穷字写的蛮好啊，但是写小了啊，这个穷字比它上面这个字要大很多啊。好，有什么具体问题没有？没有，就是确实是这个字比较滑的，就是那个比较滑的字，然后那个捺我知道了，就是我以前捺好像都没有，有时候会往上翘。然后有些也没有，就是拉到底，就是拉到最底。但是现在知道了，下次改进。嗯嗯嗯。谢谢院长。好，不谢。哦，这个是您的什么贴？对，这个是我照的。乐于论，对对对， yes. 乐于论，这个就换了一个纸，换了一个纸写的，然后换了一个笔、对，换了一个纸，换了一个笔写的。
这个体式大概不错哈，那么就是说这个用笔这个细节，用笔这个没有照顾到哈，这个照顾不到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对对，这个就是比较超是吧？啊，对的，你一看就看出来，对对对，但是这个写的时候就可能就因为想试那支笔嘛，所以写的也比较轻松一点。这看得出来，这个写这整个的话，这个节奏感比较好，气息比较好啊。对，写的比较放松。这个跟刚才很精神啊，很精神啊，很精神的这个过了之后的话，就是不够含蓄啊。不够含蓄的意思的话，就是说锋芒毕露太多，锋芒毕露太多。这个毕露太多的话，就是说大部分的话都是因为你这个起笔太尖。而且同样一个方法你这个是反复在使用啊，那么这些的话是这个是要注意啊，就是这个乐毅论本身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起笔方法的很少很少啊。啊，那么正确的起笔方法的话，实际上我看应该是这么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这个起的这个起笔方法是对的，这个语这个也是对的。那么这个直接往下写啊，这个是偶尔有，不能每个地方都用，就是讲这个，就是你这个太多了啊，太多了它就尖了啊。那么当然了，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支笔很尖，如果你控制不了笔锋的话，那么这个几乎是你唯一的办法可以把它给这个横给写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去多尝试一下，像这个横的起笔。绝大部分至少你90%的横的起笔要像雨的这样来起啊，然后在剩下的有个10%左右5%左右啊，那么你可以用这种落笔尖锋直接下去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一个正确的比例，如果你全是尖的啊，那么这个字看你就比较浮躁了啊。对，看上去有点飘了。行，好的，谢谢院长。不谢。这个好像刚才已经讲过了吗？还是没讲过？还没有，谢谢。啊，没有哈。这个的话就是说，看来是写的很认真，估计也很速度不会太快吧。对，我要写2.5小时才能写完，所以我刚才听您说1个小时，我觉得简直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对我来说。放松，关键是要放松啊，写的时候要放松啊。可能还是不熟，因为我还是写一个字，我还是要写几笔看两眼的，所以时间会拖得比较这个是正常的。就是你写一笔看一笔就是正常的，但是在中间的话这个速度要加快，这个速度要加快啊。当然这个最终的话就是你这个熟练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反复的这样去做啊。那么现在的话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的话，你也是就是可以说我今天就写前面三行啊，写两遍啊，明天我写第二个三行写两遍，这样啊。好，那么具体的话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些这种重点字，那么自己去可以去试一下，要去搞清楚哈。这个重字的话是基本上是不错的哈，但是这个少了一点点，就是说这几个撇的这个不够灵活哈。你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原来这个原贴这个撇它是怎么写的。那么这个撇的话它是写的非常非常活泼的啊，这个或字的话基本上已经写的完美了哈，这个不容易哈 那么但是的话就是说这些细节的字哈，咱们现在就去找这个细节的字哈，这个畏惧的惧，这两边这个两个小眼睛这个气字上面这个小云头哈，这个是怎么写的哈，这个耳字哈，那个耳字还有这个迷字儿，迷字儿你这个已经是写的相当不错了，但这个细节还可以再继续去注意啊。这个玉字儿这些细节
啊，那么这个是字的结构上啊，啊，当然这个祥字的话，这个出大问题了哈，这两个字出大问题了啊。那么下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提案的问题啊，刚才跟很多同学已经讲过了哈，就是说你这个提和案啊，提和案的话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捺要再多摁下去一点点啊，那么让这个捺的走向你注意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点画，它分开的时候有一些字的话，有些点画的话它是很重，那么这个去注意一下啊。那么咱们一篇字它怎么活泼起来哈、啊？怎么样活泼起来？那么一个就是说这个点画它有一个微妙的弧度哈、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点画的话，这个它有一定的这个微妙的粗细的变化啊。那么这个粗细的变化的话，提案的变化的话啊、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跟张作的话这个讨论的也一样啊。那么在中间的话都要去仔细体会啊，这个帖子里面它是怎么应用的。有什么具体问题没有？老师，您刚才说我那个货字是写好的，偏偏这个货字是撇上的，这个实字是没有的，我完全是自己写的，所以我觉得特好玩，因为我就在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字正因为是遗缺之字，所以我就随便自己发挥了，自己随便写，或者就是比较放松。然后其他字呢，因为我是还是处于差不多写一笔看一笔的，就是比较僵硬，所以可能反而会发挥不好。是我这个没有注意到哈，这几个反而写的不好。对，那你就不用临帖了嘛。还是要你，而且我的笔记特别弱，我写字这个手都会有点，写小字手都感觉有点抖，或许你上面都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么就是说要放松啊，放松，加快速度，放松，加快速度，啊，那么把这个。就我怎么才能达到就是？对，但是加快速度的时候，很多细节就很难克服去做注意去，细节就很难就是去讲究能做到细节。这就是我就所以给你放出很多这个重点的字儿。那么这个重点的字儿的话，你去反复去练啊。那么原来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零字儿，我第一次写一分钟，那么我今天就花这个时间就写这个零字儿。那么我写了100遍之后，那么这个。不可能在最后写到最后还是一分钟，对吧？这个时间要至少缩小一半，对吧？我是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对，因为这个写字的话也是，就是说大家凑在一块儿是喜欢写字，写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静下心来，咱们一个一个的这个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啊。那么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下一步。就是一个进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基石，因为这所有的这些手眼笔啊这些配合的话，它都是相关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你写好了这么一个零字，那么其他很多字这个结构忽然你就一下都理解了，那么忽然你就有这个控制能力，能把这三个口摆得很整齐，你就能把这两个小眼睛摆得很整齐。好的，好，谢谢院长。好，这是最后一个了啊，很高兴啊，大家这个在这个也没有呢，你还没失利的这个概念。院长啊，没有啊，我这是最后一个了。你那没点评我的呀？你还有吗？你的在哪呢？没看到啊？你是最后一个交的吗？我重新发一下，可能你是在那发的。院长还没进群。对，是后来发了个截屏，没有发那个什么，发了个截屏，没有发那个。原图，我第一个交的，我看看啊，我再发一遍。你是第一个交的吗？啊，我是看到第一个是高毅。不是，再发一下。院长，他在我前面，他在我前面，还要扒拉到楼上去啊。我这个计算就到你那儿就到头了，在前面就没了。
好，我又发了一遍。OK。OK。OK。好，你用的纸是跟刚才有位同学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哎，这是那个谁给的纸，发的纸，我们的送纸观音那个孙兰。哦，送纸观音。好，哦，这个写的是已经相当不错了啊，相当不错了啊。那么这个，写的相当不错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那么就是说这个，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感觉的话，感觉这个是像是褚遂良啊。那么这个中间的话，这个主要问题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有的点画里面这个提案的动作哈，不太正确。那么也一个的话就是我这个第一个演示的这个捺的这个写法哈，这个圆，这种捺的这种写法啊，你这个的话基本上是你是怎么摁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突然加速往下摁，然后转一个方向提起来啊。那么咱们要求是怎么样做呢？你再摁下去基本上是均匀的。按到要提笔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就往上收啊。那么这个的话，这个是区别出来的效果的话，这个区别很大啊。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啊，第二个形态的话，就是它这个枝的话，它比如说这种长的这种捺的话，非常特别，也不是说特别，这个它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啊。基本上它是直的啊。基本上是直的，那么这个褚遂良的话中间有一个特征的拐弯啊，这个东西咱们要避免啊。那么它这个不直，它要拐弯的话，这个一定是在它还要在它更开始这个更早的地方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你这几个枝的话看上去的话就是跟褚遂良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是第一点啊。那么刚才的话讲了这个捺的这个提分问题哈，那么就是说慢慢的要提到最后一个毛，然后最后的这个走势的这个方向啊，那么这个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啊，这个走势的这个方向的话，大部分你都在往上翘哈，不是说就绝对不能翘，但是翘的是极少数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提案的反差做的不够啊，这个反差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我刚才临的这个修字儿啊，还有这个款字儿，这些地方的话，这个提案做的不够，你这个是基本上全部都在鼻尖上一点点做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不是不可以哈 那么可是可以，但是就是说你要做到一种一贯性。一贯性的意思就是大部分点画你必须是差不多同样的粗细，然后一些点画要比它稍微细一点，稍微宽一些啊。那么这个是基本上的这么一个法则啊。那么如果是你这个所有的这种点画都是非常非常细的话，那么这个看上去的话就这个精神就是完全就不一样。好，那么这是用笔上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这个用笔中间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弯拐的太多啊，弯拐的太多啊。那么这个比如像这个长的这个地方下，这个不应该拐弯，直接就下去。这个儿。这一行就拐弯了啊，这个零下面这一行不应该拐弯，拐了。那么就是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哈，当然了，还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长捺，还有这个牵牛的牵字，这个宝盖头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些都应该尽量避免中间中途拐弯啊，要非常挺拔啊。总体说来的话，就是说这些细的这些笔法，你要想办法给它摁下去，要摁下去啊。像这个大部分的，比如说是绸子，这个木子，大部分都要摁下去一些啊。那么下一个问题的话，当然就是跟大家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名字啊，还有刚才讲的那个重字跑哪去了啊？这个重字啊，这个细节也要去做哈、啊。这个名字基本上不到位，名字啊，对你说来的话，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勾的这个问题哈。你看到你这个勾这个出来的时候，它比它这个点画本身要宽了，那么这个情况要尽量避免，这个一定要避免啊。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哈、啊，这个一定要避免啊。啊，这一勾是写的好。这个箭的这个勾是写的好的，这个货这个应该是还可以的啊。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显得是单独的踢出来的一个勾，那么这个就不行了。好啊，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你有什么什么特别的特殊的问题要问？我看我临的帖呢是那个预版的那个刻板，那个刻板我临帖的时候呢，就老是那个笔画啊，就是写，我也意识到自己的笔画写的太细，就说提案没有做到好。但是我这个帖上呢，就是看着感觉，就是感觉我每次临呢，就是按帖临呢，就是临不粗，临不细，临就是笔画临不，我不知道下一步是这个帖是，因为我刚才今天还比着你的这个写的临了一遍，你的笔画就看的就是说提案啊，这个粗细啊都恰到好处。但是我要一临帖的话，它笔画又细了，就说是不是这个帖的问题？就是当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和张作他们讨论说，就说这个碑刻是不是比应该要比碑刻稍微临的粗一点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哈，没有标准答案哈，但是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咱们这个写字的时候，那么这个点画的话，就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它要有一定的宽度，要有一定的宽度。那么不可能是只停留在这个很细的、很尖的这一点上啊。有一些点画你可以写得很细，但是就是说不能所有的点画都写得很细啊。嗯。因为如果这个是我的基本的一个理解，对，我的意思就是我写粗了，我觉得和原帖的那种风神就有点就是不太近了。我不知道这个说的对不对，这个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啊。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看你这个临的这个帖子啊，你这个写得很细，那么我就觉得这个离原帖距离比较远。那么这个你这个情况是应该说是比较特殊啊，应该是比较特殊，因为你这些细的这些点画，其实你这个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啊。但是给我造成的印象的话，就是反而就是说和原帖的这个精神的话，它会差了一些啊。但是我实际上的话，就是我这个手上的话，几个这个印本的话，这个预版十三行的话，其实都还是这个线条还是有些宽度的啊。你这个大小的话跟原帖的话，这个差多少？完全一样，我按原帖那个原大去临的。原大去临的啊。对。那么如果是按原大的话，你这个还是就是说这些大部分点啊都嫌太细。因为是这样，那个我们在线下，我们去把这个拿去的墨迹去大家看的话呢，
好像都比照片好像都显得要粗一点，但是一放到网上照片里面就是显得要细很多，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视觉的差还是怎么样，就说这个你做摄影的你比我清楚我大家一到拿去，我在网上大家在这个 Zoom 上看了拿过来的这个作业啊什么看都特别细，但是他们真的拿过去了，哎，我觉得都粗细还都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时差这种效果。Anyway， 反正我是老是写的发到网上的，就是我自己看都细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你现在你试着要做的话，就是说把你这个线条的话，按照我给你画一个这个粗细合适的，对这个玉字下面这一横， okay. 这个粗细是合适，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写。OK， 好、oh.。大部分的点画，你90%、80%的点画要跟这个差不多粗细。OK， 好，那院长，您觉得我这个下一步除了这些细节问题，还有这些精灵的问题，你觉得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应该在哪儿呢？努力方向，你这个写一遍是多少时间？我大概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稍微慢了一点，慢一点 ，OK， 可以，时间可以稍微压缩一点啊。那么这个重点的话，就是说这个，可以考虑去写一下王羲之的一些帖子 ，OK， 不知道你手上有什么本子，就是这个《越狱论》可以写，《黄庭经》可以写，那么也可以写《东方朔华善》都可以写。破邪论序。上次我记得你讲破邪论序啊。破邪论序的话也可以写，破邪论序的话是这个《唐人小楷》里面是写的是最好的一个那也是可以写。OK。但是用笔的话，就是说它这个细致程度的话。像这个十三行，对，有一个原则吧，就是说你所有的这种调锋的这种细节的动作你都要做但是你要把它给能藏起来比如这一横下去你这很多横其实你都写得很漂亮都写得很干净那么但是一到拐弯的时候你的有的这个动作的话你就完全就暴露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为什么一眼看着觉得有点像这个褚遂良，就这个意思。 OK， 那么如果是你这个提笔你这个就摁得下去一些的话，那么这个角度的话就这个程度的话就可以往往的话就可以有所改善，比如说我讲这个飞字这个拐弯的地方看到吗那么这些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我们说的话就叫抛筋漏骨比如像你这个留字这一部分你要单独拿出来的话，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吉王圣教的写法，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写的不好那么就是说你是跟这个张作的那个东西方向的话稍微有一点要相反，你这个要往下再摁一下，整体摁下去一下因为你这个一旦点画细了的话难免 让人觉得你这个点画没有厚度，就会有这个抛筋漏骨的感觉。好，多谢。行，那就都点完了。好像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小杨，你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露个脸吧，就是那个院长费了这么多辛苦，你们让大家对个号，谁是谁？因为院长这也是很忙的，专门抽出这基本上要差不多俩小时给大家讲解哈。我们一起来谢谢岳林院长哈，感谢这个，非常感谢。我给院长汇报我们大家临帖的过程吧。对对对对对，应该的。对，
刚开始我们大概这个贴临了大概大半年了，从去年的8月15日开始到现在，我们分了3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们一天临2个字，精灵，一直精灵完两个字呢，我们就是把以前临过的再写一遍，这样下来以后呢，大概从3个礼拜之前，我们全部精灵完了每一个字。我们精灵的第一步呢，是说要大家能够用笔尖来，能够用笔尖能跳芭蕾的感觉，能找到笔尖的感觉吧，这是第一步。嗯，第二步呢是字的结构，就是我们用这个，我们有个 app 叫这个叫啥呢，叫不厌书法。不厌书法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拍照对照功能，我们每次拍临完了和原帖要对照，对照完了以后看看到底是差在什么地方。我们作为用这个功能作为一个老师吧，就是不用我去一个一个的纠正大家这个每个字的结构了。第二步呢，就是练那个字的结构，这样是就说从一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注意结构。然后我们大概临完了，临完了精灵练完了以后呢，我们开始就是说就是章法了。但随着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是每次都要去都有这个问题嘛，一步步解决，就是说笔尖的问题啊，然后结构的问题啊，然后临章法到了章法呢，就是说那个向阳给大家就是都每个人发了一张他印的一个圆大的，基本上圆大的一个贴。我们是用磨和临两种方法呢，甚至是磨的过程当中看着字帖在写呢，一个是熟悉它的章法，它的字的大小，这样就是说在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太考虑间架结构，每个字的间架结构基础上对于笔画的这个精致程度呢，我们在就是锤炼这个笔道的这个精致的程度吧。现在是这个过程是还是在临和磨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还是在这个一个是锤炼每一个笔的笔画，再一个就是说它的章法，我们把这个章法它的每个字的大小啊，它的这个竖和横列的这个变化呀，所以我们在练这个东西。正好是院长有机会让院长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我的原则就是鼓励为主，让大家从这个这个贴上自己体会，这个没有自己体会的话，我觉得可能再说也白搭。那有的院长在这一说呢，就是有些我不太好意思说的话也都很直接的说出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所以我是、原来是让我做恶人。不是，我很感激院长这个在这儿说这些，有些这个直接的说哈，这个挺好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从这个院长给我们点评的也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我把每个人的点评我都做了笔记。我觉得可能以后我也得采取这种方式吧，就说把每个字临帖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然后怎么去做，也有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讨论吧，我觉得这样最好。再次感谢院长给我们这次点评。大家能凑在一块安安静静的写字啊，这个在全世界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珍惜这个时光。是的，很难得的，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像国内的话，他这个写字的，但一忽悠一大帮，也没有多少人是认真写字的啊，都是包了。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说，我们这些都是兰亭雅剧的这个精英嘛，就说这个中坚力量的这些人，大家都临帖临了，除了个别的有些基础弱一点，大家都有基础。然后我当时是有私心的，我这当时是我觉得我老是没有拐点，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这个量顶上去。到了精灵完了到一半的时候，我要求大家就说
每天要60个字左右，每天要60，大家都每天100个字，大家好像都是这个量。我家弄的就是苦不堪言，大家都好几个要退群的当时，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下来了。这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进步非常非常大啊。不容易，不容易。其实的话，我这个观感的话，就是大家做这个做的确实都是相当认真，而且有的话也写的其实蛮好的，非常认真，大家都非常认真。目前这种挑的，也没有办法，你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就什么历史上第一的这个流传的第一第二的这么一个小楷，大家在跟他比啊，那么这个挑毛病是很挑的啊。上去的话就是说要花时间啊，我相信只要大家这个时间花上去的话，这个都可以，这个水平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啊。是是，刚刚有一个室友问我，你为什么挑一个最难的字帖去临啊？我说等这个最难的字帖我们能啃下来，以后的字帖我们就不在话下了。所以大概用个1年到2年的时间，我们啃它。行，那这个就祝大家这个写字快。院长好多天了，不过能不能再请院长再演示一两个字，比如那个飞字，我们大家都觉得飞字挺难写的，还有那个比如重字。飞字也是最后一个训飞的飞。这个飞字的话，其实说大家的话可以不要照着他这个写，反而容易写得好啊！因为这个飞字的话，你去琢磨着他的那个去写的话，就是说你反而是把这个心惊胆战的哈、啊。这个飞字它的结构虽然复杂，但是就是说它这个基本上它这个形态是对称的，所以说的相对说来是比较容易写的一个字。有两个飞字好像是，对，因为他贴上他不是他自己写了一遍他不满意把他还勾掉嘛，然后就这两个字他比如说院长你觉得他第一个字什么地方没写好，第二个字为什么他觉得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好，他把第一个字不是给点掉了啊？我猜的话他就顺手写了两个字，他 随便点了一个字、啊、倒也不见得因为是第一个写坏了啊，不因为是因为他写坏了啊。看一下哈，那这个的话就是属于它这个点画上，它是分开写的，这第一个下稍微有点分开写的意思哈，看得到吗？好像没在中间，看不到，在中间跑掉了、啊、这可以了、嗯、现在写完这个直接点两点、啊、然后这一点下来位置稍微有点不对哈、啊，基本上就是这么写的，再写一个，写的大一点，应该是直接掉出去的。那么第二个字的话，它第二个写的话，它跟第一个它写的稍微有点不同啊。那它这个甩的比较长啊。那么就不知道他自己是觉得是哪一个更满意哈、啊。好，谢谢。而且首先咱们要掌握的这个字的这个原则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字的话，就是它这个。中轴的话是这一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是搭配上去，这样就好理解。就是你把这中间这一部分你就弄好啊，其他的话你就搭配上去就好。好、嗯、
那就这样了，今天。哎，好了，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也谢谢那个山山老师组织啊，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谢谢院长，多谢多谢，下次院长还有下次吗？我们先自己努力吧，好好努力。好的。这话说的好，让人很伤心的，没下次。有下次，有下次，大家努力了，肯定有。再见，再练一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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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